今集讀海浮沉講的是 Roseanne 2。 Roseanne 的定價呢就是$15,000左右，比較起 Rosie 和 Angie 呢，它的顏色就沒那麼搶，就平實一點，適合一些低調一些的朋友。另外亦都是跟 2.5 線和 3.5 線的。剛剛試完隻 Roseanne 2， 第一代我是沒有試過的，但是比較於今次其他那三個 product， 三個新 product 來說，我竟然最喜歡是它，不是 Layla 而是它。因為我覺得它咁慢啊，又有啲慢起上嚟咧，我又覺得聞到陣感情啦。咁所以四隻裏面咧，我最中意係佢嘅。咁大家不妨試一試啊。咁你試到佢，你聞到嗰陣除，你就知道我中意乜嘢咯。呢度就係廣州南華中路嘅佳樂音響城。有陣音響味嘅，一入到嚟好嗨啊！仲多鋪頭過香港啊，扯曬旗啊！我已經，我今日係嚟揾志平嘅，睇下邊度先。好啦，喺廣州落翻嚟咧。去完呢個志平音響朝聖，呢、這個就係我嘅戰利品啦。左邊呢度咧就是、一對藍玻璃志平出嘅 CV-101，我本來有一隻嘅，跟住就上去配翻一隻。咁跟住咧就其實冇配到嘅，佢係收咗我嗰隻，然之後俾過一對 perfect match 嘅我。然之後隔離呢個咧就真係不堪回首啦。呢、這個咧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好中意佢兩個青花瓷嘅 RCA 頭，然之後佢話好平好平咁樣俾咗對線我啊，你中意啊？當淨係頭賣啦，咁啊做埋對，即係淨係頭嘅價錢，但係就俾埋一對線我，係嗰啲板嚟嘅。咁我試咗幾條，攞咗最好聲嗰條。然後呢個咧就係佢嘅最新嘅產品叫魔盒啦嚇。魔盒佢之前咧，如果你睇嗰啲膽機雜誌啲封面，直就寫住魔盒個字喺度。佢裡面其實係一隻純牛嘅前級又得啦，你話放大器又得啦嚇。咁佢已經可以完全代替前級用㗎啦，呢度有個窩冧仔，你可以就咁唔插電，唔插電已經可以就咁直播後級，就當前級用嘅。我頭先試過係好乾淨，即係如果就咁用佢嚟去前級嘅話，所有嘢好乾淨，不過少啲味。咁所以咧，佢建議你嘅用法咧就是、無論如何你擺最前啦，前級嘅前面都得嘅。咁我頭先試過效果唔錯。跟住咧就有幾粒係英國嘅石英 fills 啦，香港我都冇見過，我成日都周圍揾啲奇怪 fills 啊，咁啊香港冇見過呢只石英 fills 霧面咁樣樣嘅，咁啊喺志平度買，同埋有兩支真嘅舊南京整流膽，一支係5/2/3，插咗轉咗可以當5/4G，佢話非常好聲，贏5/4G好多條街嘅5/2/3，呢支咧就係正舊南京嘅。5/4G，咁你見到咧係軍用嘅，嚇，即係有粒星係軍用嘅，同埋個雲母係咁樣嘅。咁呢個就係我今日咧上咗去廣州音響城嘅收穫啦。唔好問幾錢。